以为先说法者，不得地而先道，化众生不得其机，地如披靡，如细心啊，轻盈发化，如空应机宜，报现众啊，机如教时，教如心，教化推道教万三。意思就是讲啊，善说法者，凡事呢，法已经入心啦，将来心啊，所理解的法入灵魂啦，要度众生，以这个法是已经了解了后，将家己的体会再讲出去的法。当然，这就是善说法者。虽然如是我闻呐，经典是安尼讲，但是经啊，听入心，刻伫家己的心板里，了解啊，以人事物汇合起来，再搁再依人。在人群中，将理解的法再搁再讲出去，这是讲家己的法，吸收了后，再搁再消化，家己的身心有法再说，这叫做善说法者。所以不得地而善道，自然啊，不管多一个所在，伊都会当去度化众生。不管是任何一个所在，语言有通也无通，烦恼入心啊。这永定在心，因为法在心嘛，咱培养这个德在咱的心性里，真自然。虽然语言未通，确实呢，法也会当感化众生。看看讲。真多啊！的报告者虽然不是佛教徒，不管是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真早，就亲像马街那释怀者，亲像阿弥的人，一种。真欢迎的地方，也有信仰的精神。伊到迄个苦难的地方去，伊无忍心嘛。迄个地方的众生的苦难，伊了解了哇，非洲是遮尼遮需要物资、医疗。那伊都会搁倒转去呀，学医疗，然后呢，看无物资来救济，医疗啊来救人，马街来台湾，迄个时阵，
台湾也是需要。我看过他的纪念馆，就是在乡下在治疗嘴齿，不用治疗医啊。那当时没啊，没安尼，像我们现在这么这齐全的仪器，他安尼一个包啊，关着啦，关着那个黄金包啊，到乡下去。有时阵连椅啊都无通坐，听着讲嘴齿疼，叫伊嘴掰开，摇摇嘞，哦，这摇摇啊，那徛着都安得个慢起来啊。看到阿尼的相片哦，在迄个时代，迄当阵呐，也是充分的爱心。语言会通无？哈嘛是未通啊！啊，爱靠人来翻译。啊，翻译到底呢？是翻有正也无正，拢总唔知呀。不过伊的态度，啊，用伊的行动，安尼呢去接近人。自然啦，人就会相信，啊，相信就受感化。语言呐，是慢慢呐分析出来的，所以学佛说法嘛是同款呐。咱干那讲讲佛法。能讲不能行，咱心无得啦。干那呢？这个观念上有听到法，啊，靠这个聪明理根呐，记忆着这个法，去甲人讲，安尼呢，家己无有受用。家己若无受用啦，都无有得啊。所以无得呢，你就是讲得真好啦，干那予人耳啊听入去啦，真正要会当启发伊的心，度化，伊会当入佛法受用啦。这都无简单哦，所以必定爱有这份呢，爱身体力行。咱定来讲，心愿行，学佛都是爱安尼，相信法啦，爱有发大心立大愿呐，咱爱起于行动。建立人群，那身心奉献呐，无私的爱去付出，那安尼呢？任何一个地方的众生，伊最需要的是，你会当付出，安尼自然呐。伊的心都甲你回合啦，你讲的话呢，伊都会用心接受，接受你的教化。所以讲，不得第二善道，无同的地方语言未通，伊嘛是有法度。善说法，这就是善说法者，伊会当伫任何一个所在，都会当去度化众生，唔是干那讲法互伊听呢？听是爱身体力行呐，这就是不得第二善道哦。那
化众生不得其机，这就是啊，要化度众生，不管以什么款的根基啦，无管伊的年龄啦，总是呢有法度感化伊，会当予人真亲近。我看到草根菩提啊，看到一群资深的老委员啊，也是委员，年纪拢八十外岁啊，亲像一位丹王银花，伊本来呢是一位小学的老师，先生呢是北医里的老师，两位拢是老师啦。现在拢是八十外岁啊，退休了后啦，啊，一位来修行委员，先生来修行应义当事，但是两个人呢？志同道合，啊，这个志同道合呢，是两个人啊，拢是真有修养，夫妻啦，同心嘛，甚至呢，不只是夫妻，是人间的典范呐。第教养呢？也就是师表的典范，搁在家庭啦，也受政府呢表扬啊，是孝悌模范的家庭。这在伊家己的生活中啦，从少年的这场就是伊个职业啦，伊呢尽心力，伫家庭呢是安尼安分守己，夫妻同心志啊。搁再退休了后，伊听到主持啊环保啊了解。环保，地球是大家人所住着的地方。疼惜地球，人人有责任。所以，伊认为做环保呢，这些家家户户人人呢都应该做。那要用什么方法啦？伊就讲。咱家己爱身体力行，咱敢若讲予人听无够，咱爱做予人看。所以，伊伫迄个社区里呐，不管是点头，或者是巷仔底里，家家户户啦，伊呢都会去甲人。宣道啊，去甲人讲环保的道理，讲到予大家人呢，认为哦是哦，这是咱人人有责任的啊。我虽然无时间投入环保，但是我厝内底，我会当将会用的物件。清气的物件，我甲分类好好啊。到时阵，老菩萨都来收。啊，那住伫楼顶的要安怎啊？这旧的迄、那个公寓啦，无电梯啊，啊遐的物件要安怎好落来呢？伊就去一家一户教人讲，啊，你就安尼甲分开，
啊，再用阿尼的袋啊，啊，甲包起来，啊，我哪来？啊，我着用迄个四轮的拖车呢，我放喺楼卡恁，啊，再拜托你对楼顶，安尼一层一层都甲淹落来。哦，果然啊，一袋一袋分类好的物件，都安尼对楼顶甲撒落去啦。哎，一自然都安尼直直连啊，直直连连落来，看伊几层啦。啊，即嘛落来呢，过一层都搁甲淹落去。啊，伊个拖车呢，伊都放伫上下底层呢，啊，都放个楼梯口啊。啊，古早公寓个楼梯无偌宽，啊，拄啊好，迄台拖车。把他的楼梯靠着，哎，就直直淹，直直落来，落来到上底层呢，安尼拄拄啊好啦，安尼拄啊好，跨伫伊拖车的面顶呢啊，伊安尼拖嘞呢，都会当回收啦。啊，这个物件要安怎？一台车都安尼拖，都是伫因。对面一个公园，啊，这个公园呢，就一个凉亭，啊，这个凉亭呢，就是以集中说法分类的地方。哇，伊都甲一挂老人啊，或者是少年人囡仔呢，拢好，伊拢去甲伊说服啦。有时间的人啊，来哦，来哦。伫只秋千呐，啊来倒分类；伫只加纸，伫只贴纸，啊伫只呢分类，一袋一袋分好啊。开始搁伫啊开讲一个师父讲的话，主者伫咧做啥物代志，啊都伫遐开始讲主者啦。所以因为阿尼呢，伊嘛都未少人哦，真正正式的志工啊，来见习啊，来培训啊，啊都修正啊。我这回出去呢，因一群的老菩萨啊，上台来啊，讲因。在社区的故事啦，真正是足有智慧的，真精彩啦。所以无分是点头，无分是行啊路，家家户户清净在源头，会当甲大家人讲天文地理呀、啊。环保的来源，回收的去处，再制的方法，拢互人知啦。然后汇集瓦来呢，一边分类，一边听法，把组织伫倒位伫咧做救灾，已经呢到倒一个国家。去伫咧付出，这呢就是因说法的地方啊，这就是化众生不得其机，无去选择伊是啥物根基，嘛有老人啊，嘛有少年人啊，也嘛有囡仔、啊，人因就是安尼伫迄个所在，大家做甲欢喜，听甲欢喜啊。法果是立心啊，果是会了解自己现在咧做什么代志，这就是啊，一群老菩萨的方法啦。所以，只要有心，家己以身作则，家己是典范啦。自然甲多一个所在呢，伊的德行，对当，互人听到。人都欢喜接受，这嘛是伊平时的修养啊。所以讲，
众生的根基无分，那地如披靡啦，如细心，就是啊，环境如无好的地方，嘛真用心嘛，好因会当做个真欢喜，啊，佫足趣味啊！拄只嘛讲啊，有法度伫四五楼的面顶啊，一地一地的回收物啊，安尼一楼一楼伫里淹落来，伊安尼呢真简单呐、啊，一台四轮的拖车呢，踏咧楼梯口呢，多淹落来，多扛着，安尼呢拖咧就去啊，看。这就是方法啦。环境真无好，若要用人呢，一楼一楼爬啦，一楼一楼压啦，吼、哦，迄真忝嘛咯。所以，用心真细吼，真微细，很有智慧啦，真感动人。这些只是用咱台湾呐，安尼。这些老人在做这么简单的事情来批论的这么深的道理啊，但就可以了解啊，何况菩萨呢，度众生啊，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地方，就刚才说马街死怀者，这都是癫痪啊，啊，拢是宗教者的典范，做人间事的典范，这就是道理，就是爱人甲事呢去做出来，去展现出来。安尼，伊嘛是伫咧传教啊，安尼呢，伊嘛是伫人群中伫咧付出啊，这就是。化众生不得机，地如披靡啦，如细心去付出，这拢总是人所做的合道理的教化。所以呢，经营佛法如空，这只要你心中有法，你有心啦。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，迄、那个范围愈阔，世间本来呢，都是菩萨经营的土地，众生啊，一心地啦，无不都是菩萨呢所感化的对象，所以。经营法化，希望把这个法导入众生的心啊，去感化因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因都做得到。所以讲，经营法化如空吼，那唔惊讲环境安怎，唔惊语言那未通。只要咱德有够啦，想要学呢，都无困难啦。那应机，这个机吼，有诶机真骄傲，就亲像文殊菩萨到龙王宫去度化，地藉菩萨呢，就讲迄个地方。敢是说法的地方呢？尤其是龙王宫、龙种的性是遐尼骄傲啊！那敢有法度接受法？啊，有法度接受法，应该量也未多啦，也未讲真多。几乎到底有偌多呢？但是呢？文殊菩萨的智慧，他是应机而报善者，
伊得要经营发法啦，经营这个法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根基啦，他都会当，把这个法导入因的心去，所以用根基呀，有安尼的彼此相闻，所以用基于报善种。有安尼彼此相闻嘛，所以应众生的机，所以机如教师，教如神，迄、那个根基啦，如骄傲啦，要施教的方法爱如谨慎，爱真谨慎细微啦，啊那无呢？这么这么骄傲啊，一不小心啊，他不只是倒不掉了，倒不瓦了，反倒回来，让他反抗起来呢，哦，就会伤人哦。所以说，机如教师啊，那教如神，他就是有这样谨慎的方法去降服这种呢骄傲，这个骄傲啦，家己真自高吼，家己真傲慢，这款的骄傲啦，都是爱用真谨慎，讲话爱真谨慎啦，是常常讲应机应时应地，但讲话都是爱。安尼说法也是安尼啦，所以教化推倒吼，教万山，和你讲真控告教万，和你讲偌悬，切这个教万呐，和你贴个偌悬呐，偌控告啦，只爱怎样方法啦，自然呢，这个。控告骄傲啦，这个庐山遐尼悬，都有方法该推灭掉去啦。这呢，就是善说法者，伊呢，家己爱先有修行啦，爱有德啦，内心爱有诚诚信信，外形呢爱有慈悲喜舍。家己内心有修德，那外形呢？那有德相，自然呢，咱就会当去感化众生吼。所以，对地界甲文殊呢，一个是有一点啊怀疑，一个是真有信心，用讲的讲袂完呐。听的呢，无法度真体会，所以受教化的众生啦，在刹那间啦，他就将何那来证明啦，真呢，就是先禀受教化得度，这个先禀那是过去。并受到安尼的教化，所以已经得到了。先是过去，已经呢不断不断呐，并受到这份的教化，就顺着这个教化，安尼呢已经是得到的人。现在因缘成熟啦，文殊。其他的菩萨在轮法的时，因呢都会当及时呀，即将呢来证明因已经真正是接受到教化啦。
看到在咱的菩萨啊入灵魂，或者是呢在感觉中有几哪位的菩萨啊，就提一挂这智慧甲道啊，就来给我，甲我讲吼，这是感觉的同学啦，写一挂字，画一挂图，用因的心得啊，安尼写落来，希望提顿来送吼，表达因的感恩啊。主祭人呢，伫感觉去甲因度化，大家人拢足有才华，展现了因的才华呢，和因的智慧啦，拢真水呀！安尼呢，提顿来送啊，这就是证明即群的人入去伫迄个感觉去。教化因，去度化因，因的感恩，这嘛是一种的证明。也若无会感觉讲，啊，去感觉度化因，哪有法度？但是有法度，所以根据证明，人未当出来，但是呢，因集体呢。就是上家的道回来了，这就是同样的意思，所以但善释款但苦集，这开始了。文殊菩萨在教化众生也是同样啊，跟佛陀同样，但苦集灭道，所以开始要度这的根基呢，就是先释款但苦集啦，戒令体解灭道法吼，才慢慢体解啦。这个灭道法，先苦就是因为集来，即嘛了解啦，要安怎样会当灭掉了集？这个苦，那当然都是无明啊、烦恼啊，这个定沙业汇集，所以呢，制造一挂这个无明烦恼作业受苦，这些源头拢知，所以体解啦，体解了就会晓灭，要安怎样消灭这些罪业啦。都爱赶紧修行易多，这因已经拢体解了吼，所以金色自大性空义，现在大家人拢消性法啦，拢总体会啦啦，气敌无明啊，现在呢已经回消向大啦，金色自。大乘空义啦，所以文殊会得地慧海行，文殊的地，伊的地慧，伊的德行，伊亲像海遐尼宽，所以譬如呢，文殊菩萨入海，往江去度众生，这。在那个地方去接护这骄慢众生的这个骄慢动啊，所以圣莲花住虚空中，所以已经在海里浮现出了莲花啦，千叶莲花，无数菩萨成千叶莲花啦，将海涌出，在虚空中，住在虚空中啊！这呢，表示了文殊菩萨所度化的众生，就是阿弥呐，所度化肉身无量，
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啦，这用说的无法度了解，不如让你看，这就是这已经受感化的人，这样自己主动浮现出来。这段文我们真用心去体会、哦、大乘法、啊、那就是已经得到无分别地，根本地和无分别地，我们都说过去了，其不是中心，也不是透过缘，已经呢到达那个顶高，就是平等最高的法，众生通通平等，无分别啦。这六道四圣吼，它拢种平等的众生啦，所以无处不多啦，无机不化，同款的道理吼。那前面的文就是安尼讲啊。文殊师利言，机所无量啊，不可轻计，非口所宣，非心所证，请太师尼主动证知，所言密密，无所菩萨，坐宝莲花，从海涌出，你灵鹫山。住在虚空，这莲花啊，安尼真多真多，菩萨安尼涌出在灵鹫山的虚空中啦、啊。那处处菩萨皆是文殊师利，自所化度，即菩萨行，皆经论说六波罗蜜。看虚空中这么多啦，坐宝莲花在虚空中是从海浮出来，这就是地的慧海啦，所化有这么多、哦、那就这莲花就是表示呢，烦恼无明都起地了啦，人人呢已经回向向大吼，成为菩萨，所以处处菩萨皆是文殊师利，自所化度，即菩萨行已经具足，这个菩萨行呐、啊，皆经论说六波罗蜜，才不只是接受佛法。已经在咧身体力行，也是，大家人集会啦，拢是伫咧论说六波罗蜜，就亲像老菩萨环保提来呢，两顶人啦，嘛会当伫遐听话啦，同款的道理啦，所以接落来这段文就阁安尼讲吼。本性文人在虚空中说性文行，今该修行大乘空义。文殊师利啦，为地直观，以海教化，即是如是。本来是性文的人，他在空中啦，嘛是伫咧讲性文行的代志。现在是修大乘空义，所以这个空啊，圣文人是偏空哦。那大乘菩萨呢，是真空妙有的意思。所以文殊师利啦，为地直观，以海教化，即是如是。那文殊菩萨就甲地藉菩萨安尼讲，即讲的其实真难解。你现在已经看到，应该是了解啦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众生
原本呢是小鸡啦，在下方虚空之中。虚空啊，就是伫下方的空间里吼，那说声闻道啦，就先禀宽教自小道，在开始的时阵，拢是接受着迄个小教小法，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法，等等啦，三十七座道品。等等，这些法呢，拢爱了解吼，慢慢断除烦恼，受安尼的教化，这多啦，那是安尼教化，这些代志吼，今界修行大乘空义，现在呢，已经所听到的是实相了义的法，真正呢。踏实学佛的真道理啦，就是爱入灵根度众生啊，即六道万行啊，拢一定爱完成，即个因行爱完成啦，所以即是上的道理。那摄诸大乘空义，你入灵根无所执。不受人群啊的烦恼无明所污染，这呢是大乘空义。如是上智慧人呐、啊，就是将偏空法吼，将迄个偏空的法呢，契入运用真实的法。偏空，那就是小乘的空吼。但是呢，起码了解真实法吼。就是已经契入圆融啦的道理，圆融的教法就是《法华经》，以小中大的法拢伫内底，大中小法啦，拢含在《法华》的内底啊，予咱呢就无有偏颇的所在，所以圆融。真实道吼，今即界修不思议空，不思议空就是真空妙有吼，那就随渐体解灭体回到真体，从苦集啦，就慢慢了解了灭的道理。要安怎断烦恼？开始拢了解呀，都烦恼也已经呢扫除啦，那回归到真实道的道理入来，小乘即空，就是自性人呢是断了三界烦恼之后，便入回。功
三昧中受心灭心，哦，因为日生的人啊，厌烦人间呐，伊所要修的呢，是这世人修完呐，都唔通阁有来世啦。所以呢，伊都有受心灭心吼，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无爱阁来了啦。伊伫迄个定中呢。啊，无爱过来，无爱入灵滚去吼，那所以伊归于空寂啦，无为涅槃的境界，就是无所作为，就是安呢，就是定伫伊家己的地方，这是自性性的人啦，那最终的目的呢，其实佛陀所要教化。最终的目的，你安尼唔是究竟，这迄个定沙穴未了，所以佛陀呢是爱因果在入灵根中去，真正是究竟大乘之空法，希望因会当教导呢净妙庄严之空，那就是。空中妙有吼，真空妙有，那都要再进一步回向向大，将中心要再进步到大乘法空吼。那所以文殊师利为地直观，文殊菩萨啦，安尼分析了后呢，向。地藉菩薩這樣說，那這以海教化其事如是，在海中啊，所得的教化呢，啊，就是安尼啦。这海里的众生啊，虽然是骄傲啦，但是呢，但是啊，都要用迄个地彼地相温，也都要用真长久的耐心，也都要真谨慎。去释教度化因，同款也都爱将苦集灭道的道理，可以清楚了解。这呢，就是从海中教化的方法吼。所以我以海中所释教化，其事上如此。其实不是只说道理而已，还有思想啊，爱思跟理会合起来，才有法度了解啊。你说理其实是为了做事，
啊，事呢一定爱合理，安尼才会当圆融啊。这就是菩萨入灵群的方法啦。所以以术其利益吼，施术啦，在海中爱长时间安尼呢去教化伊，互伊感觉接受这个法有所利益吼。所以为涉海行法所度肉身，去到海里去呢行法，其实你讲的海啦，除了呢大海之外呢，就是人海啦，这无处不在吼，那无机不多啦，方法就是阿弥，非静不低，非言可现，那不是呢，真正有去体会到啦。其实安怎讲呢？所以开头又讲非口所言，不是用话讲的，安尼讲会出了迄个道理，总是呢，你爱去真正看到，你爱真正去体会到。现在地界菩萨看到江海涌出无数千叶莲花，啊，安尼一看到啊，啊，是毋是真透彻了解呢？只是干呐来证明啊，伊了解啦。但是呢，伊也无进入去体会呢，实在还是也阁有一段吼、哦。机理啦，所以讲非静不低啦，非言可现。你若无有去真正入迄个境界去啦，实在是无法度好了解。也嘛唔是言语啊，就会当吼现出了讲吼，安尼你拢了解啊，你拢知吼，所以非言可现吼。不是讲啊，对，当头真明显，这个道理出来，还是爱身体力行啦。所以心愿行是足重要。故文殊师利啊，先以所化菩萨万德庄严之上示之，这些啊，这么真多的菩萨。来证明江海林铺出了千叶莲花，这拢有相的，啊，看会到的，安尼现这个形象互伊看，看遐个海底的众生，也是一尊一尊的菩萨呢，那互恁看一下，这呢，这是文殊菩萨的地。慧海吼，那显出来，吼，这地藉菩萨呢，他看得到吼，这的菩萨是化所化的菩萨吼，那也是教化，也是所化，在海底拢是呢，虚虚类嘛，但是呢。浮出来的形象是一尊一尊的菩萨啦，所以这万德庄严的相，安尼来示现，可以看吼。那如何明言其教化之事如是？这搁再解解释教化的方法都是安尼啦。是啊，这教化的方法就是安尼，这么简单。其实呢是无简单，爱用真长久的时间，爱用家己的智德，在转换身体力行，入迄个群众中去，任何一个地方，
都无畏惧，安尼入去，真呢去接触，去感化，去付出，去利益，安尼才有法度度安尼的众生。甲咱人间现在伫咧做，拢是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咱听法啊，咱应该爱用真踏实。脚踏实地，不是现在空中。现在空中呢，是一个幻化，展示出来菩萨的德行，一种的描述。所以，咱爱人间爱用实相、真实的道理、真实相，安尼立人群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相。互动、互感化，安尼呢？这才是咱真正爱学的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。